以赛亚书第二十章一节，亚述王撒尼军找塔尼坦到亚述都的那年，塔尼坦就攻打亚述都，将城攻取。那时耶和华吩咐亚摩斯的子以赛亚讲：“你去脱掉你腰里的麻布，脱落你脚里的鞋。”以赛亚就安尼做，脱脱赤脚来行。三节，耶和华讲：“我的奴仆以赛亚怎样脱脱赤脚来行三年久？这关系埃及甲古实的异调奇迹。”照安尼，亚述王也要掠去埃及人，掠去古实人，无论老幼，拢脱脱赤脚。献出下体，予埃及见笑。以色列人要因为所仰望的古实，所夸口的埃及来惊吓见笑。六节，彼时在沿海一带徛起的百姓要讲：看，咱平素所仰望的，就是咱因为脱离亚述王，走去求拯救的，不过是安尼，咱。太高会倒塌了。